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首楞严经。我们进入到第五集，我们也感受到佛的慈悲，让我们从人类完全的珍贵，是在我们能够了解到眼耳鼻舌身意，无非是要透过我们自身好好的去清楚明白，也唯独透过自身能够打开。所以我们继续从这个第五集阿难已知，阿难已知这边，我们来看本文。阿难已知，如来世尊贺须菩提及大迦摄为阿罗汉，心不均平，清扬如来开展五遮度诸一棒金笔橙黄须布郭门严整威仪，速功宅法。你看我们这些的经文是如此的美啊。这里面呢，我们要了解到呢，阿难为什么会发意身心要出去行乞呢，托钵呢？是因为阿难已知道如来世尊曾经非常严谨的贺者须菩提跟大迦摄尊者，虽然都已经是阿罗汉了，但须菩提呢是舍贫乞富，就是希望他们能够福尽这个福尽之后呢，仍然能够续诸善根，远离灾难。那大迦摄呢是舍富乞贫，就是要透过我们就是因为大迦摄尊者是怜悯他们已经是久处非常苦所以这种苦境呢就是帮他们根植这个乐因所以两位尊者呢他们的心意都是非常的善的那相对的就是有下士丘有恶言恶言对立的话呢，就是有所谓的富跟贫，所以阿难心里面非常的明白很钦佩甚至仰慕如来。在过去呢喝着须菩提及大迦摄的时候，都是阿难都已经是阿罗汉了，但是心还是如此的不平因而呢我们的阿难呢，就是今日我不问尽会贵贱，就是说他要自己实际走过一次不分所谓的贵贱尽会干净或污秽，开展平等无遮无碍欣喜的心意了。所以我们的大圆净智当中一定要有莫那的平等这个才能够真正的学习到佛的慈悲佛的本怀。所以一度众呢将所有的众生这些不管是不清楚怀疑的全部都能够而解。所以他就次第的行者从行城墙之外的他的步履呢是如此的端庄非常的清静的威仪，放慢他的脚步，就像一缕清风那慢慢的进入到城门之内了。阿难本来是想即将入城就应当要更加的矜持，所以矜持就是说更加的端严的整饬其威仪更肃穆恭敬的这个斋法，就是起始乞讨的时候以这个威仪来感化一人感化一人。其实阿难呢这个动作就是有一点像在金刚经说的如来持就是早衣持钵早衣持钵，那这个就是入社位起食自然终结，毫无勉强的举动但是呢都是自然流露的，金刚经里面地会就是这样子，可是呢阿难里面这个呢有不耻天远之别，就是说在这个地方的心呢很细我们要看得清楚反而误将什么自己推入磨难了这一篇让我们真正的要小心，就是说勿以恶小而为之，有时候一个小小的起心动念我们自己看得到吗学人中院呢有时候我们自己要好好去反省惭愧要如此像佛的大慈大悲，唯一就是此生一定要随时不断的发大愿发大愿。好，我们继续呢从这个当下二十阿难因此因起十次
历经营事，招大幻术，摩登前逆。好，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有吗？这边招大幻术，这个都在我们的大脑里面了。这个你看，你没有走在正确的道路，就是你的起心动念刹那的时候，我们偏离的。偏离了所以这个太细了，你假设没有好好的研究，那眼睛我们是还看不到的所以这个经文里面继续读就是摩登伽尼，以沙毗迦罗就是所谓的这个先犯的天咒射入淫喜淫宫伏魔将毁戒体这真的是太可怕了我们要小心，就是说因为我们的一个小心的念，你这个念呢想要学但是又学事不像，那反倒产生一个更慢的心，恶慢啊，就是想说，这个轻慢的心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有一点优越也都不行所以这个摩登伽意为本性，是他母亲的名字，所以他的女儿就叫做波吉蒂就是阿难遇到这个过去生的夫妻波吉蒂那这边我们有提到的这个字叫做什么？梭毗迦罗。梭毗迦罗代表的就是呢黄头发又称为金头，就是外道的名字了所以他的咒称为先犯天咒，那外道呢伪称此咒是先犯天所受的，将之传给摩登伽。那这一位摩登伽的女儿叫做波吉蒂，虽然呢他就是呢已经堕落到这个淤泥了，那本心不识，因为看到阿难具有佛的20种想好，那心生爱染心生爱染所以因为前500世呢波吉蒂与阿难成为夫妻，那个爱呢欲喜秉性都还在所以他一看到阿难的时候呢就非常非常的喜欢，所以他就是特别呢请他母亲愿得之为夫，就是希望说他这世一定要得到阿难的，所以他就一定请他母亲一定要将阿难呢带回来算是就是一定要嫁给阿难就对了所以呢就告诉阿难呢，但是阿难呢我们知道他是跟着佛陀已经出家了，所以呢波吉蒂就是摩登伽尼就是在听他母亲跟他母亲说，那母亲就告诉他说阿难已经从佛出家了，你应该舍离爱欲莫作是念了，那但是呢还是波吉蒂还是求母一直求他母亲促成当遂其母之愿那摩登伽尼呢不得已就以咒经覆盖他的这个要来托钵的时候呢，就将这个食物呢供给阿难，那阿难为邪咒所摄，所以心意恍惚呢便至其家，那就是深入摩登伽尼的淫室了。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就是说因为我们的一个念头喜欢不喜欢还是说自以为是，往往我们的自由意识大脑当中的下世丘会影响到世丘，自己是不自觉的，就像我们的重缘心的无记性往往在我们的人体大脑海马回当中的齿状回，就是过去的种种假设用心理学来说的这一些记忆体或者印痕所以我们了解到刚刚在解释这个摩登伽跟梭毗迦罗的意思就是外道的意思就是佛是希望我们从自身来改变，自身怎么改变与真正的慈悲本怀大爱无国界无眼大慈同体大悲，所以呢我们也了解到尔时阿难就是说因为他学佛，既然他没有选择是以平等心次第的起始，可是不知不觉呢他就经历了这个云里的这个摩登伽的他们的家，那遭遇到这个大幻术这个所谓的先天的这个先这个咒是先犯天所受的他们认为是这样子的外道摩登伽就用这个金头外道所传的先犯天咒将阿难射入这个淫喜，那摩登伽的女儿波吉蒂呢就淫宫逼近的抚摸将毁阿难戒体戒禁之体所以我们看到阿难呢这个尊者虽有心要求平等，但他的心作意作意，你有作意呢，你有作意的话就心未平了，就像我们念佛刚开始你一定要操练要专注的去念，到后来其实是自信的流露自信的流露
啊，所以我们也了解到心欲平等啊，性净念定慧。所以三十七道品五根五力当中，要了解到我们的性，就是你了解心佛众生是一体的，所以你不会有所谓的悲慢或傲慢。好，一点点心，你就可以回到自身。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心，阿难的心欲望的欲平等行持，所以反遭这个毒手，就是在那么刹那，就像悟道的国师，就是因为呢，皇帝赐给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紫色的这个大尊仪啊，就不小心，你看，就十世呢出家，到后来呢还是难倒这个所谓的这个业力啊，所以我们真正的要非常非常的愿力要够啊，不是修行，不是我们想象的，因为它是来自我们自然的流露啊，要修到回到自身本身本性啊。是故当知，非得修正的能量达至世事无碍。啊，所以呢，就是要达到理事圆融，断不能入泥啊，就是入这个泥浆里面当中呢，啊，以为说平等行持就可以了啊，这是一定要透过人世间当中，我们不断的去付出啊，去经验、去体验，再去创造，创造呢，我们在每个当下都能够如起。如理如法的呢，从服务奉献当中，到后来也没有所谓的服务奉献，因为它是出自于一如，出自于一彻的啊。这个重点都是在我们自身啊，这在自身。好，我们继续经文啊，这个所谓的如来啊，我们也看到呢，这个王这个大臣呢，哈，是要让我们真正的来学习呢，这个佛的慈悲啊，这个佛的慈悲。好，我们看到这个刹那要毁戒体啊，所以我们现在继续如来啊，如来这里，如来赐彼这个地方。好，我们继续，如来之彼，银树所加，斋毕玄归，王及大臣、长者、居士，俱来随佛愿闻法要。继续哈，继续就是说，我们了解到呢。如来虽在王宫受垢啊，那个佛陀在那个波斯匿王这边受垢啊，然而这一切知道呢，阿难发生问题了，有难了，受银树咒力之所加害，无力抵苦，正望佛陀垂怜拔救。于是呢，佛陀呢受灾完毕呢，即速速的归返。佛陀在往常之。一般在供佛的时候，佛陀在往常一定都是每次呢斋毕之后都会为大众说法，那今日呢速速归返精舍，一定有特别的因缘，所以呢波斯匿王跟大臣呢还有一些长者居士呢见佛呢有这个紧急的事情，所以呢不忘说法啊，所以以往常的行矣，所以都一起随佛啊归返精舍，愿闻大法啊的心要之意了啊。所以我们继续呢，于是这个世尊这里哈，我们继续哈，真的是《楞严经》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呢，这个文字太美了啊。于是世尊啊，就是顶放百宝无畏光明光中，伸出千叶宝莲，有活化身结跏趺坐啊，结跏趺坐嘛，对不对？好，宣说神咒啊，赤文苏斯利将咒往护，恶咒消灭。提脚阿难及摩登且归来佛所。好，就是我们也看到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哈，我们从这个本文当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来看一下。好，看一下，继续就是于是阿难戒体将毁未毁之时呢，世尊反射，而大众呢一随佛呢就回到我们的精舍了。此时世尊呢顶髻放出佛智的光明啊，佛智的光明，那这个光明就是百宝无畏啊，佛智光明中生出千叶宝莲，宝莲之中有佛智化身啊，即将趺坐，佛不自说咒，而由诸佛之母的化身佛宣说神咒，表示呢此咒心是不动智，必有不动佛说之。所以世尊呢旋即敕令大智文殊师利啊，将此咒前往护救，也就是我们的楞严咒，出家人七宗弟子一定都要会背的楞严咒啊，要读诵
啊，不背也都很熟啊。就是将此神咒呢前往护救，神咒一到啊，恶咒消灭。如昼啊，就是这个昼呢，就是热汤消冰；如日破案，就近邪不抵正啊，暗淡如虫，这个梦觉醒了。所以摩登且你这个波吉帝呢，善言就在当下呢，欲宴顿喜了啊。所以呢，这都是一个因缘和合啊啊，就是做了一个这么重要的表法。所以阿难还在如醉初醒啊，精神还恍惚的时候，未复的时候，故须。提息慰藉，摩登伽尼呢肯随阿难啊归来佛所见佛，故也需要奖励，所以登且见佛，就是摩登伽尼呢，这个波吉帝来见佛的时候呢，成佛开导，一转云念的这个念头，后来就是顿证三果阿罗汉了，这也是因缘成熟了，而借缘得意，就是借这个摩登伽尼跟阿难的这段因缘啊，所以我们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啊，太殊胜了。看到这个楞严经，我们就会让自身呢产生真的佛为什么可以如此如此的慈悲，尤其看到印度的这个电视剧啊，将佛的整个维系的从小到大。从净饭王还有这个摩耶夫人在怀孕这一刻的当中，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佛的到来，原来是我们真正呢透过所有佛的慈悲，佛陀如来恒河沙数佛的慈悲本怀了啊。所以我们继续呢啊，从这个地方呢就可以看到阿难呢啊，阿难见佛的时候顶礼悲泣，我们从这边继续开始啊。阿难见佛顶礼悲泣，恨无始来一向多闻，未全道力，殷勤祈请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禅那最初方便，于是复有恒沙菩萨及诸大十方大阿罗汉辟支佛等，但愿要闻退坐默然承受甚耻啊。真的是非常感动啊、哦！真的是我们针对这个文当中了解到呢，什么是奢摩他、三摩地还有禅那。其实梵译的奢摩他在我们摩诃止观当中就是止啊。那梵译说的三摩地，也就是我们中文说的、华语说的正地啊，或者是等持啊。那梵译说的禅那，其实我们在华语里面就是一种静虑啊，或者静心。十三者是大定之共鸣，而大佛顶首楞严王持此三命之种目也，就是说奢摩他三摩禅那，也就是我们如何从我们自身的一心三观脑下垂体松果体真正的脑中叶白净室。所以我们看到阿难呢历劫归来，一见佛陀呢顶礼悲泣痛者悔恨长史，五指劫来呢一位偏向的呢就是博学多闻，我们了解到呢知识障还有呢所谓的尽信师不如无师啊，所以未能真修实证，未全道力，一旦落入魔家的诡计，劲风一吹便倒了，因而阿难呢就深深的感受哈，不能免离摩登伽之难了。今日返迷归悟，忏悔改过之心，发心回小向大，师修最上一圣之法。于是殷勤的祈请佛陀开示，十方三世诸佛如来，当时得成正等菩提觉慧，也必是用妙奢摩他跟妙三摩地跟妙禅那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呢佛不请自说，也是在这个世代呢我们进入到从二十世纪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也就是我们现在呢从2019年2022年2021 2022已经近两年了，都完全是处于在这个超序菌，从Omicron 啊前面的Community， 甚至现在更新的这个BA 2或 5 啊，都是代表这个超序菌。其实呢学人在很久之前也看到这个，它是密密麻麻的，都是我们的念头。所以我们好好的呢静下来，一句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也就是世尊在阿弥陀经无请自说
哦，无情之说，在这个世代刚好配合所有的起心动念都在造罪造业的众生啊，所以我们最初方便的那个心哦，那个初心，那个因心哦，所以我们要恳求啊，所以佛陀呢，在透过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那佛陀透过我们了解到阿难，以及在当下的因缘当中，他恳求佛陀的慈悲开示啊。阿难不知道呢，十方如来当初所修禅定之名是什么，所以就是与所谓的平常我们刚刚所读的三种大定共鸣的奢摩他三摩地或者是禅那，都加一个智，给予祈请给予祈请所以这个妙呢，就是我们第六意识妙观察智，我们就是用一句阿弥陀佛的妙妙，所以我们了解到呢，阿难对此寻常大定之名呢，以前都听过了听佛说，可是自己始终呢不成悟，不成修，不成正，故而不得其用。今天受到魔力的摄持，无法自己脱困，才相信多闻无益真的是多闻无益。所以呢，所有的文字呢，千经万论是在明心，可是呢，您没有好好的去实证理解道理真理，我们无法应用的，因为要解行而并重，要福慧两足真。所以佛告知我们的，只要你能够学习断舍离，甚至世间是一个幻象的，我们明白之后才能够了解到呢，多闻但是也要实践所以我们在人世间要好好的行使菩萨道，但是要利用在行菩萨道当中要多闻一定要多听经闻法，到后来蒙佛如来受记未来佛，若不修因，最后还是呢难成正果的。因为阿难所请者是三圣供养成佛之法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还有恒沙数的菩萨、罗汉、辟支佛听到阿难的祈请，俱同愿要一闻，个个退到座位上默然端视静听世尊法王圣教之圣意。哇，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我们假设了解到呢，这个我们可以参考这个白净士我们做的这金刚经当中可以来了解这个是白净生活管理科学尤其是封面最后的封面里面当中有这个针对这个佛经里面呢，为什么透过这个次第很重要，那你要理解我们才能够呢明白呢这个三大圣七解中为什么这个三圣呢，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佛这个是属于这个三圣共法也就是呢所谓的三举八正道，那这是我们从凡夫位的修行当中是透过六道六道这个次第我们要学习的，那这每一个步骤次第呢，都是透过佛在告知我们的心佛众生尚有差别。可是他为什么这边是六道轮回？就是我们要先从这个所谓的这边的五圣共法里面有所谓的这个三福业这个三福业你要懂。这个三福业我们要懂，甚至我们所谓的下品这个真上品这一本白净士的这个金刚经，大家用心看一下三解八正道，或者是三圣共法，甚至所谓的这个中品的这个位阶的次第呢是所谓的中品的，它是一种出离心是 中品的出离心所以这个次第我们都了解这边这个中品的出离心那还有呢，还有的就是透过我们的这个六度波罗蜜到大圣不共法，也就是上品的这个菩提这个菩提去，那我们看到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应用呢你要很清楚，要清楚对这个次第很清楚非常清楚。还有这个这边有一个所谓的大圣不共法，这边还有一个凡夫位，这里凡夫从实性实住实醒实慧，像这是第一大阿僧祇劫嘛，还有我们所谓的这个软顶忍是第一这个软位因为从大脑这边有解开的
我们要清楚，就是说从这个软啊，就是软软哦，软必至涅槃，那顶呢终不断善，让人呢不堕恶趣，那是第一是入什么，入离身哦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软顶忍事，很多人在问基督啊，基督那全世界大家知道道立天天主吗，有无边无际哦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了解到这个次第，就是逻辑分析我们要明白，所以相对的这一个次第要很清楚，我们有分所谓的，这是前面的第一大乘七节啊，第一大乘七节，所以我们如何从凡夫到圣人的位置，到第二阿僧祇劫当中会经过这个初地啊，初地我们有所谓的欢喜地啊，这个欢喜地啊，那我们看到这个次第的时候，这是修菩萨果位的，都在我们的大脑皮质，你要看如何走这个正确的道路啊，所以我们第一地是初地的时候就是欢喜地，第二地就是离垢地，第三地就是发光地啊，第四地就是我们所谓的那宴会地，第五地就是极难圣地，第六地就是现前地，第七地就是远行地，所以这个在大脑的变化里面，我们这个次第你要非常清楚，好，这个次第都很清楚哈，从这个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这是阿僧祇劫第二大乘祇劫，再就要进入到什么无生法忍了，从这个第三大阿僧祇劫进入了八地啊，从这个不动地。这个八地啊，第九地、三会地、第十地的法云地，甚至等觉的金刚玉地啊，就是我们能够真正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菩萨的果位。那这是罗汉，我们修阿罗汉的次第啊，我们如何从这个发心菩提到福心菩提啊？那这个整个位置，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是般若道啊，跟方便道。那这边的时候，我们福心菩提的时候，我们会从这个基本的啊，这个资粮位跟所谓的什么加行位啊，就是说你要透过行善多少，三千功八百果，其实都是你在人间的福报不能停止的啊，所以才能够有福心菩提的时候，也就是从这见到位当中，这就用功的时候才能够进入到明心菩提，那它会经过初果啊，须陀洹二果啊，斯陀含三果，阿那含四果，就是阿罗汉啊，这是一个修道位，从见道到修道位啊，到究竟位，也就是呢进入到明心了，明心菩提之后就出道菩提，就究竟菩提了啊，所以这是三大阿僧祇劫，就是我们在楞严经里面为什么刚我们也提到佛如此的慈悲啊，就是让阿难能够慢慢去理解。之前呢，对这个恒河沙数的佛都对此寻常的大定之名呢，都已经熟悉，可是就是自始以来不成悟、不成修、不成正，故而不得其用，所以今天受到这个魔力的摄受，所以我们现在很多这一世男众没有考过，都是在摄考，所以身为女众也很惭愧啊，我们就叫做老虎，所以我们要如何让自己呢能够真正的逃过这个关卡，唯一就是要像这个我们古大德告知我们的，男女有别，灵性没有分别，但是男生住的跟女生住的一定要刚开始先像基本上像小朋友啊，要有规矩，先从基本的戒定慧戒学习，在学习当中要听经多闻法，你明白事先就是一个幻象的，那你就会了解呢一切的阴跟阳，直指跟电指，甚至呢我们所谓的正与负，都是在人的一心，所以从自信才能够开展，那我们就不会糊里糊涂，而且所谓的自私自利了，甚至呢会发大愿力，所以呢我们刚看到的那个修法的次第阿罗汉，假设你入手的心第一是不单纯，是为求神通为名为利的话，对不起，你到后来一定是找不到清净解脱跳脱三界啊，你假设随佛随我们的世尊真正呢明白在千年暗示当中，他的本怀就是什么，以大爱，以无眼大慈，同体大悲，相对的我们制定的戒都一定要完全按照的佛陀，也就是最后2566年在印度当中与屈坦
乔达摩悉达多太子，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心灵导师，他就是我们真正的在戒体里面呢非常清楚告知的。所以我们今日呢能够完全在中华文化在东方再一次在台湾之光我们就汇集了，明白之后你就不会糊涂的落入这个所谓的像阿难跟摩登前里的命运的。感恩佛的慈悲，我们更加的用心报答佛恩、师恩、父母恩、众生恩。